本大队袁锦豪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去前往勘察一个点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这个有个通缉犯刚好在行走在路边。那本大队袁锦豪前往查缉的时候，他奋力抵抗。那期间呢，刚好有七人车，然后他就抢了七人车之后呢，然后就逃逸了。那整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子。谢谢。哎呦，坚持比较深。